从1996年开始，炎炎夏日超高人气的宜兰童万节，再拿一碗龟苓膏，到走遍台湾319个乡镇的纸风车儿童艺术工程，从集合企业精英脑力激荡的政大 EMBA 创造力课程，到31年前开创台湾剧场运动先河的兰陵剧坊，还有1980年出版影响到千万读者的清明的四个大梦，这五件事看似不相干，但是对台湾都影响深远，而这五件事全部都连结到他。做老师的人或者是演讲者，他实际上是怎么样去，英文叫 empower， 就是你把这个能量交给那些参与的人。爸爸水患快一年了，阿里山上这群邹族的孩子跟爸爸妈妈还住在组合屋里。师傅，小朋友，小朋友来。这一天，大哥哥大姐姐开着车子，把孩子一个一个的接到学校。因为纸风车剧团在校园搭起了一个跟在台北国家剧院演出的时候一模一样的舞台。大爱新闻团队呢，现在来到的是阿里山乡的阿里山国中小，这个地方呢，马上就要来进行的就是纸风车319乡村儿童艺术工程第291个场次的演出，距离第一次3年半以前2007年的1月3号已经足足3年半的时间了。再度踏上这个阿里山，其实大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其实呢，跟过去一样哦，因为很多的部落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呢就必须要用车子一车一车的把小朋友接到这边来看表演。我们永远不知道一次很丰富美好的艺术经验在孩子心里面所埋下的种子，将来会开出什么样的花朵。但是呢，从很多大人啊、小孩啊，他们的眼神也好，他们的微笑也好，可以看得出来，绝对是值得期待的。所以小朋友，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待会儿要演出的戏叫做什么？猪打虎。想不想看？想。那我们要不要鼓鼓掌？来。打虎在哪里？后面啊，真的假的？老大，啊、后面有老虎。小朋友，看到老虎在哪里？巡回台湾将近300场的演出，这是纸风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李永峰的堂吉诃德大梦。做几场的演出，还有从他19岁进入兰陵剧坊开始，到现在成为台湾剧场的指标人物，这一路默默支持他的，正是与他情同父子的吴敬吉博士。他是一个不太会讲话，不太会彰显自己的人啊，不太会表现，对对，不太会讲话的意思。特别是中国的这种华人的一个个性，都是比较，哎呀，很多东西都很谦虚的。可是那种在这个状况里，怎么样彰显自己？那这个东西唯一有的东西是创意，你必须要有创意，你必须要有更周全的对于每件事情的在行为上的思考。所以才能彰显创意跟这个行为的东西，让它更好。表演活动其实是创意一个启发，好，就我们博士一直在 care 的，所以创造力，它是一个创造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一个点。那台湾的孩子未来在全球的整个竞争力有的时候，其实不仅仅只是这个知识上的启发，知识上启发里头有一个叫创造力启发，是未来在我们这种所谓大量生产啊，好，我们这个大量制造资本主义里头唯一能够胜出的，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创意这条路，不管是哪一个行业。你19岁就认识，19岁嘛，19岁就认识博士，对对，到现在，对对对。从兰陵开始就看了博士嘛，你觉得他不是，是他看着我。你怎么看他的一直不断的求新求变，又怎么看他的坚持不变？其实他一直是，我会觉得就是说，他除了写青年的四个大梦之外，哈，我觉得他其实永远给年轻人机会嘛。第九个是计划的文案写得很厉害，而吸引就是更多人，还有国际观跟事业都很强。这个计划资料都是做的最完善的、最好
没错，永远给年轻人机会，用心倾听，用他独特亲切又幽默的方式，不断地抛出问题激发，不断地找出优点鼓励，这就是吴敬吉 empower people 的方法。他不仅仅是能够作为一个好的老师，从他在很多的团队里面，他其实扮演着一个慈母的角色，他会让这个团体变得温暖，让这个团体变得有向心力。为什么说慈父而是慈母呢？慈父也可以，但是因为他在多数人的心目中间比较像是做妈妈，对，那因为他会关怀别人，那他比较少去要求别人做什么事情。用柔软身段带来温暖关怀，提供舞台让别人发光发热，为别人鼓掌，自己却从不鞠躬。这也难怪艺术界、教育心理界对他有各种，包括了教父、推手、孟尝君，甚至点火器等等的封号。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名词，对我来说是一个名词。我不认为说那个名词真的是跟我直接有关系，我真的这样觉得。那你这样就比较自在。这么多的帽子，或者是这些把你看进去的这些，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最适合你？没有，就是老师。那我这么多年在旁边观察，我想形容你是一个触媒，就是你会去触发，会激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出来。你这个用字用得很好，就触媒。其实我比较喜欢做触媒的工作，触媒的工作它无所谓大师啊。触媒就像你从传统来讲，触媒就是媒人也是触媒嘛，对不对？那说实话，那个新娘挤进门，媒婆踢过墙啊。你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呢，有人就会很努力修饰。比如说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好像我那天看到，吴兴国他得到国家荣誉奖，他说感谢当中第一个是林怀民，第二个就是我嘛，那这个东西就是他讲的时候，我在讲，这个人很有感情。我并没有说我做了什么伟大，我在想说我到底替他做了什么。有人说在做的过程，触媒的工作是你本身就很喜欢做的，那这触媒都希望做好事嘛。所以这个东西是自己本身在有一点在自我的，也要让自我感觉良好，就是我能做这个事情我就尽量做。那你有这个资源，你就尽量这个把资源送给别人，让别人去帮助。影射幕后看不见的触媒可以启动多大的力量，从今年刚刚恢复举办的宜兰童万节就可以一窥一二。那宜兰因为多水啊，然后宜兰是讲究环境保护的，一定有绿啊，所以呢就有未来的儿童设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节。那我就很想到说，当时因为在努力推动台湾的表演艺术在亚维农去做一个年度的节目嘛，是那刚刚好我也去看了以后，就觉得那个地方的那种感觉，整个亚维农的小城镇怎么样从小的一个艺术节开始到今天这么大的全世界最大的画文的艺术节，而且在整个那个镇里面处处都有创意，处处都有艺术，艺术在每个地方都可以，角落都可以找到。我记得最清楚，到亚维农一大早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个教堂前面集合，然后他们期待我带他们去看什么地方，我说不是，到现在就你们去两个钟头以后大家回来。所以每个人其实当时有点气，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可是我的观念就是要让大家去体会，果然两个钟头回来大家都跑着回来，因为每个地方看了都不想离开嘛。一回来每个人在交换讯息的时候都觉得他看到他照相出来都是不一样，但是都很美。那这个就这样，吴敬吉鼓励一群有心人自己观察，自己归纳，自己想象。从法国亚维农艺术节回来之后，结合创意与地方特色，以环保、绿化、清水、
儿童为主轴的宜兰童万节正式成型，不但打响名号，还带动各县市争相仿效，甚至因此打造出台湾与国际接轨更宽阔的平台。不过当问到这件事，这位创意触媒又是把所有的成果都归于别人。年纪虽然大，但是我还是不会说认为自己很大，就以为是怎么讲，对。那第二个就是我还是会讲一些笑话嘛，然后大家在讨论啊干过程当中就比较放松，而放松或者是有那个玩性的态度，创意比较容易产生。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已经71岁了，吴敬吉还是行程满满。各大企业精英云集的政大 EMBA 年年邀请他带领创造力课程，肢体语言丰富，现场反应敏锐。可是我在这个 EMBA 的整个你们2年半的课程当中，我是没有必要存在的。疾风俯拾皆得，大老板与 CEO 的心很快的就被他融化了。他永远是站在一个能够去 help 啊，能够帮助别人或是帮助别人能够成就他的想法。可是在这个帮助别人的过程中间呢，其实他有很多的影响力在里面的，他有一些的创意让你不知不觉中呢，你会受到那样子的感染力和那样的影响。不过一般人很难想象吴敬吉在任何场合都能够悠游自在的生龙活虎，气定神闲，却是由一段灰暗寂寞的童年自我排解转化再淬炼而来。快乐的时候、寂寞的时候、难过的时候都来海滩。对啊，都来海滩了。哈，对啊。你跟海讲什么？没有，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有时候像那个海浪，对不对？那我就打赤脚嘛。打赤脚就跟海浪赛跑啊。海浪要上来的时候，你就往一直跑 啊，所以意外就发现说，我原来是赛跑不错，是学校意外就是在训练之后，人家发现说我怎么敢把前面的人都赶过去，原来是在这沙上跟他跟海浪赛跑之后。那无聊的时候就看到那个不是有那个鸟在飞吗？那反正在那边飞啊，然后就想起了邓肯的舞蹈。就是学自然的，然后才自然觉得有点自己有点肉麻，原来还是从自然当中去学习怎么样去舞蹈。那你有时候在海边有跳舞吗？有啊，自己就这样好玩，自己在那边跳，哎，就这样子，是这样很好玩啊。那我就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就会画整个世界的地图啊，哈，比如说这里是台湾，嗯，那些中国哈，那这个地方是什么什么这样，那我就学地理这样画。然后就每次你画一个台湾的地图，我就拿那前面那黑黑的湿的沙，就把它围起来。然后自己讲啊，我现在20岁，我现在在台湾；我现在21岁，我在中国；23岁，我在哪里？那就这样玩着，就很有趣啊。然后呢，读英文的时候，我开始写拿 A B C。学海鸟跳舞，跳世界房子，自得其乐的背后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辛酸。爸爸是宜兰壮围乡一个拥有13位兄弟姐妹大家庭当中的长子，妈妈是童养媳，他本身身为长孙，来自长辈平辈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期待，成了小小年纪的吴敬吉难以承受的压力。只有面对海的宽阔，才重新找回了自我。